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爸。最近因为要去美国的关系哦，有好一阵子没有做股票的买卖，也没有去做个股的研究分析啊。不过我想这阵子有在买股票的人，大概都很有感觉啊，股价一直下跌，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个时间点再来回头看一些我之前经常会去关注的一些个股，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出现好的时机、好的价格的买点？这支影片的话，我还是特别关注我之前一直以来投资的首选5434的重越，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跟分享。先带大家了解一下重越这间公司啊。重越基本上是一个集团公司啊，那它主要营业的内容，看一下，代理销售半导体、LCD、LED 等产业所需要的精密材料、制程设备和零组件，事业扩及环保、绿能科技产业，如常物废水处理、无尘室、太阳能电站工程，从设计、建制、运转、维修、废弃物清运等一贯的整合服务。看一下它集团营收的比重，你会发现半导体相关的产品呢，去年的营收有达到349亿8000多万了，营收的占比达到了 82%。LED、LCD 电子相关的产品大概是28亿6.6%。那环保工程和产物系统的话，大概有42.6亿，大概是占 10%。那既然它的半导体相关产品占的营收比重是最重，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相关的产品有哪些哦。可以看到，主要像是矽晶圆、再生晶圆、太阳能矽晶圆、光阻翼、光罩、光罩基板、晶圆厂制程用石英器具、石英干锅、CVD、H 制程用的化学材料和特殊气体、化学机械研磨液、晶圆运输盒 Fosby 跟 FOUP、 石英管清洗机台、应力去除蚀刻机。我想在半导体的相关产品呢，重越所提供的产品也算是半导体厂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看一下重越现在目前的股价状况。重越从2020年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股价有跌破80块，后续就开始持续的一路在往上的成长。那随着这个半导体的需求持续上升，那台积电也持续的建厂，那股价持续的一直在往上，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1月到5月之间哦，持续的算是在维持在一个高档，大概将近170块以上的一个股价。那近期的话，就是随着大盘的修正哦，股价下跌到145块左右。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下说，近期的下跌是不是有伴随任何的营运上面的衰退，看一下它的营收的状况。你会发现哦，重越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甚至更早之前一直到现在，其实它的营收每年一直在创新高。到现在的2022年的5月，营收单月营收来到了 45.87 亿哦，营收的年增率达到 46.21%， 也就是说其实它的营运并没有任何的衰退，而且是持续的在创新高。我们看一下它的每股盈余的部分哦，在今年的第一季甚至来到了单季 3.63 块的 EPS，也是创新高的一个状况。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近期的股价下跌完全就是受到大盘跟资本市场这个资金的流动的关系，造成它股价现在被拉下来。其实我们看它的股利政策也是一样，今年配发 8.8 块，如果以现在145块来看的话，它的殖利率现在有超过 6%。 那看它的获利能力的话，其实它的利润的稳定性也是非常的高，安全性上面基本上是负债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我们从本益比河流图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近期就是整个股价被拉下来，然后低于，我想本益比现在是低于11倍啊。好，那我们回到股价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如果看单看今年的这个趋势哦，现在的状况145块算是跌破了年线啊。但半年线跟季线的状况就是有在转折向下，那这个时间点大家就可能会想说，是不是可以进场做布局。如果以价值投资来看的话，目前145块加上它的
营运持续的在创高的情况下，其实145块是可以考虑开始做一个布局时间点。但是以均线的趋势来讲的话，因为均线季线跟半年线才要转折向下，其实可能就相对的会有一个股价操作的一个风险啦。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比较安全稳定的长期投资，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等整个大盘的下跌达到一个比较稳定重新整理之后，如果季线重新往上转折，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布局的时间点。只是以目前的价格相对于它的股价的价值来看的话，做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话，这个价格已经是一个相对的低点了。那这边也可以看到啊，这边在长短期的业务发展计划里面呢，有一项就是设立美国据点跟开发日本市场。那我想大家也很清楚了，这个就是台积电目前在美国建厂，然后也要去日本设立新厂，所以基本上从业也是跟着台积电在做发展。所以从业基本上是我每年，不管是每半年或是每一年，我都会去重新检视的一档股票，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短期的波动，但是它长期来讲就是一个一直在成长的一间公司。所以每当股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幅度修正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寻找它的买点。所以这个时间点买进，那可能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等待，它的股价又会再上去，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价差可以获利。这档股票我大概持续已经这样子做一个波段操作，半年一年的波段操作大概已经有五六年以上了啦。哦，所以其实是一个几乎每年都可以用来赚钱的一档股票。不过这就是给大家参考看看，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时间点，因为大盘的下跌刚好出现了一些时机，哦，让大家了解一下。OK， 那从业的分享就到这边咯。喜欢按赞，好看分享，其他相见记得要订阅，开小铃铛，那你第一时间不错过孙念法的生活分享。拜拜。影片难免有口误，知识影片有声有浅，订阅前应详阅频道说明书。